老婆脚现在都是小脚老铁吗？有的皮料还行。哎呀，没抓出来，终于到货了，还有点黄。还有这么小的，一口一个，这老婆脚真好。哎啥，哎呀妈，吃的时候老铁们你们也得小心点啊，让这壳用花手。哎呀，这小的还有黄，你们气不气？哎呀，断脸了，太香了，冻货好久了。我看录视频这些是一罐的量，老铁们啊，一罐的量。嗯哼，晚上也没直播啊。